声。可是呢，不然咱们今天最最精彩的海狮表演呢、啊？光是只有掌声，那怎么够呢？毕竟待会所要出来与大家见面的是，在我们海洋公园里面最具有人气的动物天王巨星。所以呢，请各位务必拿出你们的热情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再加上尖叫声来欢迎海狮主持人出发。
不错耶，可造之材。之前我所搭配过的海狮没有像他这么样的。我有听到声音哦，你似乎对我给你的赞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来，宝辉自己讲，怎么了？原来如此。他说啊，在这个刚刚这个表演之前呢，我做出了要求，虽然说很过分，不过呢，他也很尽力的达成。在达成之前有掌声欢呼声，表演之后怎么变小声的？大声一点，预备，起。你觉得满不满意？满意的话，下一个给大家看看。好，来拍手拍手。不错哎。其实呢，这个大熊啊，它的可塑性是很高的。你怎么又一直在摇头？你似乎又有什么事情要表达了，是不是？哦，那还又是要自己要掌声。不过我觉得很奇怪，要掌声要在很不对的点。不过呢，这个掌声呢是为了是要干嘛的？为了要他下一个动作而做预备的。他接下来要模仿的是警察先生呢在街上指挥交通的那种雄赳赳气昂的样子，看他是不是能够依照我的指令而达到训练师所要求的标准哦。仔细看好，来喽，红灯左转，绿灯右转，很好，停车零件，检查完毕就可以走了。拜拜！跳转之乡那边就本镇为什么失踪之王？掌声再给大熊一次。好啦，其实呢，身为天王巨星啊，好来暂停一下。这个身为天王巨星，你一直在无故的时间要掌声，我觉得实在很难主持耶。不然下次麦克风你拿，我站在那个地方好了。好啦，还敢讲对？真是的。好，其实呢，他也是非常的忙碌的，带我们一连串更严格的表演要去执行。同时间呢，我们推出第二阶段更精彩的海狮表演给大家欣赏。在这里先带着这个胖子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好了，赶快回去。